We really want to get in the operational system of the Armed Police Force Command Center and obtain information as you please. And I must have the authorization of Temporal Random Trading Supermarket. That's impossible. And also, it's unnecessary. Mr. Bergloff, I obviously am more tech savvy than you. If I don't get the authorization as a temporary administrator, the firewall of a combat system will find your next plan. And then, I won't hold responsible. Yes, Mr. Bergloff. Seems to me that Tong Shu guy maybe can't be trusted. I want you to keep a close eye on him. Yes, sir. Thank you.行不通，行不通也要这么做，否则我就要永远受博格洛夫的摆布。你答应他，入侵武警部队的网络中心，就是为了取得系统管理员的临时授权。我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样既能救我的家人，又能完成我的计划。博格洛夫没有那么好对，他一定会有所防备的。管不了那么多了。今天的机票，你跟我一起走。去哪儿？回 W 国，只要能救出我的家人，我的胜算就会更大。你这么干，根本骗不了鲍格洛夫。这是我再次向文明世界证明我的唯一机会。石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掌握了暗网平台，你会送给那个文明世界吗？只有这样，我才能证明我自己。可是，我怎么办？我以前做过很多很多错事。他们一定会把我抓走的，我会成为全世界国际刑警抓捕的对象。那个文明世界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安卓，那你就跟我一起取代博格洛夫，做另一个世界的君王。我不要做什么君王。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从前的时候啊，我们糖糖啊，不怕啊，不疼的。糖糖不哭。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到哥哥？啊，这哥哥呀，在工作，等他忙完了，哎，就来看我们糖糖了啊。
Not worry. It's maybe a firework. I will go to check it. 好，不怕啊，不怕。唐石 ，Where are you in a hurry to? I've already finished my job. Excuse me, your coffee. Thank you. As far as I'm concerned, you're not finished yet. At 12 a.m. tonight, the Cold War will automatically attack the program. The program will quietly infiltrate the operational system of the command center. I don't have to wait here. You know, I'm no internet expert, but I'm no fool.I have something for you.哥哥，护士阿姨说你能看得见我跟你对话。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打枪了，我跟奶奶都非常害怕。警察叔叔说死了好几个人。说这里不安全，我们今天都搬家了。你放心吧，琼森叔叔会照顾好我。我到了新家，就会给你发地址的。See, Mr. Berglov already knew what you were up to, so you better stay here and finish. Take this as a final warning to never cross KK Group. You hold on to it in case you need a reminder.More thing. Enough, Elsa. You can go now. You don't have to try and rush me off. I'm already on my way back to W Country. I just wanted to remind Tangsha who his real friends are. That so-called civilized world of yours. They've already abandoned you. You know, I got a message today. It seems that one of your friends got engaged this afternoon at the Emperor's Hotel. What was her name? Zhang Mei.See, it's not us who take all your loved ones from you. They're the ones that take their love, that take your loved ones from you, not us. You should remember who your real friends are. I say you can go now. Oh, I forgot. I guess that's a good thing for you, isn't it? I've got to go board the plane. 不过，你的爸爸在等你哦。报告，进来。参谋长，先去吧。是。坐吧。坐。是。秦小杨，我听说今天中午你在军庭酒店宴会厅。订了酒席啊，是，
今天放假，我想着请二队队员一起吃个饭，让大家也聚一聚。没有那么简单吧？我可听说是跟江梅订婚仪式，对吧？是。怎么不请我呀？这是指挥长让您来找我的吧？回答我的问题。是，我知道指挥长对这事儿保留意见，但是我这么坚定的去做，因为我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江梅的身世，相信您也知道了。我比你清楚。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第二，江梅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变故，还有情感挫折。她是个网络大数据专家，非常敏感，但是意志力跟我们特战队的人比起来，就差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她内心的安全感，还有情感依靠。当然，我不是趁人之危啊，我们俩的感情是真的，我们俩在 W 国战斗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在反恐一线工作上，也是产生了革命爱情。停，参谋长，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没说完也要听？你还一套一套的，革命爱情都上来了，是不是提前做好功课、背好台词是吧？是，但这足以证明我坚定不移的意志，还有志在必得的决心。行，你先把你的决心放一放，我来告诉你一件事。你的感觉没有错，唐石没有死，在稽查走私军火行动中，是他向你开的枪。我不明白，我在 W 国阵亡名单上看见石头的名字了。没错，但是三个月前 ，W 国情报部门发现他还活着，而且还顺利地拿到了永久居留权。不可能！石头要是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找我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一直对这件事情保密的原因。但是现在可以确认，改名麦克唐的唐石已经成为暗网平台的主要，他参与了上一次走私军火的行动之外，还参与了暗网平台的其他活动。目前 KK 集团进一步的活动我们一直在跟踪排查。您的意思是石头现在替 KK 集团做暗网猎手？对。不可能。你是在怀疑我们的情报工作能力？你应该明白指挥长为什么不同意你跟江梅现在举行订婚仪式？也许你一时间还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我可以告诉你，唐石跟你之间一定会有难解的误会，而这一切还跟江梅有关，这也是他向你开枪的原因。参谋长，我不知道我跟石头有什么误会，但是就算有误会的话，石头他肯定会听我解释的。秦小阳，你现在是一名特战队员，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任务的一部分，你必须把你个人的情感放在一边。是。据我们所知，唐石现在心理状况极不稳定，他很有可能在暗中关注着你的一举运动。江梅知道这事儿？正如你刚才所说，他是我们网络大数据专家，很敏感，但意志力和我们一般的特战队员是无法相比的，所以这件事情暂时还是不能让他知道。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取消掉你们那个订婚仪式。现在很明显，唐石对你心存愤恨，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他如果因为误会而袭击你，那么
威胁的不只是你，还有江梅。他如果再一次铤而走险，那么必将会被恐怖分子利用，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计划进行，甚至造成我们无法预料的损失。我刚才说过，你现在是一名特战队员，组织上考虑过你可以接受这次考验，所以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组织上希望你进一步的配合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保证完成任务。大家快点啊！哎，哈哈，是吧？来放放。哎呦，我的天！这样，这事儿哪能你自己动手啊？你可矜持点啊！我今日出嫁还不行？哎，真好。怎么样？很行，好看。哎，你先等啊，我去把那边弄。好。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我来的时候看见参谋长把他救走了。对。来。哎，听长过来了。来，小孩。哎，金小杨，这种日子你还迟到，过分了啊。是啊，就是啊，为了给你省钱，这饮料都是我们自己买的。你怎么才来啊？小美，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有事儿。借一步说话。借什么借呀？借一步说话，把我们都当外人是吧？对。是啊，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面说的呀？要不这样吧，我今儿把这个场地借给你们，你和咱徐队直接把订婚仪式办了。哎，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他的？别说我说你啊，你有什么话要跟江美说呀？当着我们大家面说，对不对啊？来来来来来，有请秦小阳同志报告追江梅的全部过程。大家欢迎。实话实说，如果说的与事实不符，我们可都是会及时更正补充的。对，说吧。说呀。说。说说你脸皮是怎么厚的，说说当时怎么指挥长抗争的啊？说啊，说呀，我们大家等着呢，对不对？说呀，来来来，说。好。好。江梅，对不起。怎么了呀？今天。我对不起大家。我和江梅订婚仪式让大家费心了。来，我想说的是，我跟江梅同志的订婚仪式取消。秦小阳，怎么回事啊？没事儿。是不是我爸找你了？没有啊。我去找他去，这事儿没完。别去。那你把话说清楚呀。好，我说。我承认，我就是个朝三暮四的富二代，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我真的没有打算娶她。你撒谎。我没有撒谎。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说呀。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而且都是我的心里话。失陪了各位。秦小阳，你
放开我！秦小丫，你他妈的混蛋！石头，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可能这些误会在你心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能放开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放开他。怎么，仗着你们人多是吗？秦小瑶，怎么回事？石头，你真的没死？以前那个石头已经死了。放开他！放开！你知道石头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三妹，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秦小阳，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如果你敢辜负三妹，我放不了你。石头，这半年来我们大家都在找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你，直到看到你的阵亡通知书。这中间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但是我、小杨还有整个天狼二队的队员都记得有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一直都很想你，从来没忘记。石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都别问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知道小杨刚刚为什么那么绝情了，但是在这里我澄清一点，我跟小杨之间的事情错的是我，不是他。我向你坦白，在 W 国执行任务期间，我就已经爱上了他。Summer， 你还要傻到什么时候？你看不出来吗？秦小阳就是个居心叵测、人面兽心的畜生。我比你了解他。你们都不了解我。你给我回来！石头，回来！冷静一下。石头，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萨门，我曾经努力过，但始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真尴尬。对不起，我知道，今天我本来就不应该来这儿。就像之前说的，我俩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报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徐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石头还活着？我得到组织上的授权，向你传达，逆向侵入 KK 集团的暗网平台，是一个决定围剿超级市场成败的战役计划，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也请你理解指挥长和参谋长的决定。我能理解。但是我怕江梅受不了。江梅虽说她有些任性，但她毕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大数据专家。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事儿，他应该已经参透个八成。而且，接下来围剿超级市场，也少不了他。我们是不是又要去 W 国作战了？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多少事儿瞒着我？作为军人，要随时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情感，远离自己的亲人，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经历妻离子散的煎熬，但是他们的牺牲都值得的，就像你的亲生父亲一样。那天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的建议是，在嗅探代码的自我繁殖中，加入新的随机突变基因，这样可以让计算机在传递基因的过程中筛选出远超人类想象的新蠕虫。感情是一件很复杂的东西，爱一个人就勇敢地去爱好，能不能在一起是缘分，但是爱也可以一直珍藏在心里。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我？你作为将军这是以权谋私。你说，如果梅梅是我们亲生的，你还会这样宠着她吗？梅梅在我心里比什么都重要。这不今天老常出院吗？犒劳一下。这怎么了？这是？对不起。爸不能来。爸。我的生父，他也是个军人吗？对。那他是不是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是。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他比任何人都要爱你。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一个武警战士，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知道，不能问的不语。不该说的，就更不能说了。他们为了你，都不要自己的孩子，就光凭这一点，你觉得能有几个人做到？所以，不管是不是你的亲生父母，那又怎么了？现在我要轻轻走进你心里。我希望你能从当下感情困惑中走出来，因为接下来的任务还需要。其实二号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对吗？对。你就不怕我去找他？你和我和你妈妈生活了20年，给了我们俩那么多的美好时光，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妹妹，不管你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永远感到骄傲。爸爸非常爱你，你不但是我和你亲生父亲的女儿，你更是一名武警战士，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你，
能振作起来吗？秦小阳和 Summer 的订婚现场，你还爱他，对吗？这都不重要了。艾尔莎走了，波格洛夫也一定会知道你今天的冒失。我们还有机会。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跟我说话？是我朋友还是博格洛夫的养女？我也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我刚刚得到消息，地狱猎手会在一周之后向全球玩家公布超链接 VIP 地图。这就是你说的机会。博格洛夫就是想逼我启动木马，入侵反恐中心的指挥系统。冰封数据那边也已经找到了替代你的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先博取波格洛夫的信任，然后想办法夺取他的权杖。你赢了，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输了，我陪你东山再起。要不要干预？不用，三分钟后启动虚拟程序，注意防火墙过载。是。From headquarters to prepare ourselves immediately. I got it.已经上过了，已经着手准备启动暗网平台。一定不能让虚拟平台出任何问题。你放心吧，我们经过伪装的军力部署调度和行动命令一直在发布着。报告。进来。报告指挥长，麦克唐核实假护照的孙安琪正在试图从陆路口岸离境。放他们走。是。是的。
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后悔吗？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了。从一出生就这样，我都习惯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一直在骗你，你会原谅我吗？其实一开始我有感觉，你刻意向我隐瞒你的家族背景，但我知道这不完全是你的错。但是现在安昭，我的家人都在博格洛夫手里，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对吗？而且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石头。其实我知道，不用说了。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has compared all of the issues that have gone on between the command center and the Chinese police force in the last 24 hours. There's no mistake. The invasion was a success. Well, so I guess, congratulations then, Tang Shi. Thank you.Congratulations. I should be congratulating you, but I do have one request. Oh, name it. Jurisdiction. Now that we've reached this point, I think any time supermarket enters a problem, I'll be held responsible. So I hope that the only people who can monitor information that is published are the three of us.But don't worry, Mr. Bergloff, your secret key belongs only to you. We have no rights. You don't trust our administrators? Your administrators? So, I'm still not one of you then. And you think you have taken us as your own? Sounds reasonable enough to me. Then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grandma. All right.And I'll take care of the supermarket just for you. System has rebooted. This is the newest update. Inspect security levels. Yes. Our authority has been changed. There were only two keys that we couldn't monitor. One belongs to Mr. Bergloff, and the other, Elsa. Now,There's a new secret key. It probably belongs to the developer Mike Tong. Mr. Wang, it looks like someone's gotten ahead. We all work for the same company. Keep investigating. Yes, yes, sir.